啊，家人们，我是喵可酱，今天我们一起去农场喂羊。啊，我的细格儿细格儿啊，我的细格儿细格儿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他怎么不让我走路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去喂羊的路太远了。我标记了一辆载具，快上车，我们出发。还需要拔点草，这么多应该够吃了。果然黑白配色的动物都不一般，这只羊它看起来就呆呆的。啊？感觉这个草很好吃的样子。啊，离得好近，我都闻到羊的味道了，是一种膻膻的味道。它们吃草的时候嘴巴也好可爱。奶羊的毛摸起来很硬，而且干巴巴的，摸起来就像在摸鞋刷子，所以一点也不好摸。给门听羊吃草的声音。好了，他们都吃上饭了。啊，贝贝。